哎，上小学了，哎呀，真的是。体罚，我操！啊，每个月给我80块的零用钱，80块其实还可以呀。其实，哎，我的要求也不高了。体育课可以学一学啊，体育课啊，这个东西，再点一下这个脑洞，哎，爆炸脑洞，下一层，能下一层就下一层嘛。好，去商店看一下，买一个这个港卡。四驱车、铅笔盒，跟马云学说话，艺人报名表，正版游戏吃鸡，哎，这太贵了啊，这就不买了吧，不买了，买这有什么用呢？买这对吧？买这没有用，不慌，不慌。家境炫富啊，炫富这狗逼！谢谢我们的仙字先送的一个电视机械，仙字先。肯定赢不了，这肯定赢不了，塑料姐妹花，怎么想都不用想，赢不了。希望我的孙子能跟成龙一样赚大钱。成龙，志向炫富，对方略胜一筹。谢谢仙字仙送的又一个电视机，谢谢仙字仙。索取，看能索取什么？啊，索取不了东西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下一波。心理状况，勇敢，简单，英语。小卖部防骗，小卖部防骗，行动力、悟性，看看成绩怎么样？语文100，数学100，全都是一百，全都是一百。50米跑步吧，来一个。心理面积超过100会崩溃，好累啊！体育课真折磨人，为什么要做这么无聊的事？你这小子又偷懒，看看人家苏豪同学每天都在练啊。私立重点小学，我还是私立重点小学。苏豪，不慌。大有可为，我将来大有可为呀！随便买个东西吧，那买个这个感恩的，可以了。减压的，来了，下一个回合。哎，橡皮，你怎么玩不出传说特长？还是没有出传说特长，不废了吧？那这样就废了呀。手工剪纸，体魄，无法挖取脑洞了。父母睡得早，大声说自己被吵醒了。50米选拔赛，看你跑得挺快，可造之材。来一波橡皮泥，我还是没有传说特长，夏娃的诱惑还是没有，哎，还是没有，我操，那我就有点烦了。我要去商店买个忍者，我要学忍术，我要学忍术。
一个字忍呐、学钢琴，钢琴我现在不想学。闪电，绿色、紫色、红色，下一层。来，出来吧。体罚，又体罚呀，不会游戏要崩溃吧？我还是不会特长，要期末考试了。学得这个金融工程，金融，让我学金融吗？课外读物，氪金游戏，氪金游戏来一个吧。氪金游戏，来一个这个钢琴。哎，我这波没有点。哎，夏娃的诱惑终于学会了。哇，心理面积我快崩溃了，我操，快崩溃了，心理面积超级高。看看成绩，成绩还可以啊，成绩还可以。任天堂传说特长。但是现在不能要玩，不能玩任天堂了呀。通关了，教我怎么打。通关了，教我怎么打。OK。50米跑，然后这个概述啊，学点概述。然后任天堂游戏机，对吧？爆炸脑洞。眼睛爆炸。红色、紫色，下一层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买忍者了啊！忍者头巾啊！忍者头巾，我们要当忍者，对吧？忍者，忍者文化999啊！需要情商跟想象力啊！情商、想象力，999忍者文化，学了忍者文化。加想象力、记忆力跟魅力啊，忍者，我要当忍者，知道吧？啊，这边都可以学一学游戏独立文化，也可以学一下加魅力，魅力，安排一波。赌场杀手，基础忍术，基础忍术，重点中学达标，重点中学需要这个记忆力2500，七个回合马上上高啊，马上上初中了啊，初中就可以泡妞了啊。这个事件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点一波脑洞。抉择。低头玩什么？来给我上课玩手机，被说路上丢了，直接承认错误，没说话。第二天找老师要了回来，智商加了120。美术课最喜欢的课，玩了氪金游戏。你好，你是第哇名人呢？名人，集训忍者。买个这个微博吧，买个微博。任天堂游戏机，长大了。临时球迷，任天堂游戏。好了，看有什么可以学的。这都是100多呀，这个涂鸦可以学一下。面子对决，面子对赌场上，哇，两个传说的，两个传说的可以。但我只有两个传说的特长，哎，就没有其他特长了，不会吧？夏娃的诱惑，六个任天堂把特长搞出来，六个任天堂吗？啊，这把要输了，居委会大妈，哈斯给。拿了都哈斯给
两个打不过呀。忍者需要很高的体魄吗？忍者需要体魄吗？但是我需要记忆力，不然就上不了重点初中了。记忆力，忍者文化加记忆力。任天堂游戏。体罚了，我这个心理面积有点夸张啊！赌场杀手、摩拜宫本茂、任天堂游戏，我三个传说特长，以才华为主，才华，才华，夏娃的诱惑，沙包一样大的拳头。夏娃的诱惑年度最终大奖，漂亮，漂亮啊！下一层，眼睛，下一层。希望需要这个2500的记忆力啊，2500的记忆力，2500，这哪有那么多呀？2500的记忆力，古代文减智商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打记忆力就行了。行动力、想象力，任天堂游戏，情商、智商、想象力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忍者文化，忍者，忍者也加记忆力，忍者加魅力、记忆力啊，不是加体魄呀、啊，体魄没有用啊。少先队员，完成少先队员。成绩怎么样？成绩语文100分，数学100分，英语76分，自然100分，人文100分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来写个作文，作文看一下，题材扬长避短，作文奥义，葡萄酸，葡萄酸那个饭局吧，饭局葡萄酸，思想。剑走偏锋，剑走偏锋。思想。加点思想逻辑，思想。思想逻辑，思想。想象。思想一定要高啊，没有文笔跟没有想象无所谓的。梅东低罗废了，别玩了，怎么可能废了，废是不可能废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废的。安慰奖，安慰奖，这个生物啊，生物，这个艺术鉴赏，艺术鉴赏，这个英语，英语基础，忍术，忍术来学一个。加这个体魄，减面子，这还不如学跑步呢，我操，这还不如跑步，仰卧起坐，仰卧起坐，
下忍之道，下忍。重点中学达标。爆炸，爆炸，闪电。下一层，眼睛。闪电，闪电，闪电，紫色，蓝色，黄色，红色，下一层，闪电，爆炸，爆炸，哇，这么多闪电，我操，下一层，眼睛，闪电，爆炸，爆炸，绿色，紫色，哇，这波脑洞大赚啊！继续学下忍之道，下忍。漫画看多了吗？那是漫画世界，不是真实的世界啊！我就不信，这就是真实的世界。抉择，美术老师说带一条鱼来观察，自己问爸爸要钱来买鱼，记忆力增加200。就像燃烧一样，第一次做仰卧起坐。苏豪，原来爆发力足够好就可以飞檐走壁啊！其实大家都是人，训练强一些就够了。动漫毕竟是动漫嘛。那么现在我将大家展示吹狮的基本方法跟实用技巧，这么简单，这个我也会，我从小就被夸口，口活好得不得了。那么你来示范一下，口活好。哎，我还是蛮有优势的嘛，品德表率。刘江静，自我宣传，我学忍术啊，忍术忍者啊，忍者。这看楚机长这一波了。这波班长我势在必得啊，这波班长。自我宣传。忍者神龟嘛，就忍者啊，考清华啊，当然考了。这个体力必须练，体术必须练，体术。自我宣传一波，49，很明显这是我赢啊，很明显啊。事物可以索取什么？没什么好索取的，五代文不要了，全部仰卧起坐。游戏文化，仰卧起坐，下忍之道，学忍术，就学忍术。中忍之道啊，我们可以学中忍了，记忆力跟体魄，记忆力跟体魄吗？眼睛点开。下一层，爆炸事件，每天刷500个赞，服部半藏在世，我操，服部半藏在世，理想。能不能透露一下下忍的考试题目是这个嘛？既然如此，这个还是给你透露一下，题目是浅析忍者产业经济与当代消费主义，写论文，当然了，要在国际期刊发，影响因子不能太低。我去厕所了，哎呀我操，怎么当忍者而已啊，霸凌反击，霸凌，学个投篮吧，
霸凌反击，仰卧起坐投篮，下忍自学三月通，多疑，今天好像要考试了，今天做金融才是最赚钱的，金融现在女生都要看篮球，苏豪，哎，可以做卷子了，做点卷子吧，需要黄色紫色，黄色紫色绿色红色黄色黄色，紫色绿色，绿色来一个，绿色，还有黄色紫色，黄色黄色红色，紫色黄色，紫色红色，绿色红色，啊，没有体力了，嗯，小混混这么巧啊，借10块钱过年，哎，要压岁钱了，压岁钱，你怕是要卖飞镖，卖飞薛忍者就要卖飞镖，忍者，哎，忍者无敌鸣人，操，说什么呢，哎，这么看不起我们忍者，智商5000，我智商不够吗，智商不够怎么办呢，两个压岁钱都没有收到，两个压岁钱都没收到，好烦呐，金发型奇幻式卡片来一个吧，奇幻式卡片，加这个情商智商记忆力。